请，如果可以的话，十月份去给藏族馆长。我想这个是台湾对待一个重要，也是艺术啊，将融入在民间，而不是只束在艺术殿堂里面或收藏家而已啊。那今天能跟陈老师这样学习，最大好处是看到一个长辈、一个艺术家，愿意在如何精益求精、如何好还要更好，如何把他毕生的精华聚焦在艺术上，然后展现给生活化，展现给那一个你我大家都喜欢的。的人愿意知道说，所以艺术不是在艺术馆才看到，在你我旁边，在我家里都可以的。我想这是我最近也是老师的地方。展出来，在台北国际馆，它是150展出来，它总长是70公尺，每一张的话是70公分乘135公分，从现在看到的，我们只是1/12而已，1/12，它展出来是70公尺，非常的。所以今天预展的话，就是感谢各位，就在南部的顾问朋友没有办法台北国际馆去的话，那可以先预览为快，就是先展其中的8幅。我想问一下，你看过这个关这个看过这个这个油画的时候，是不是形象真的置身在就不是那么的一个？如果我要讲，就真的是叹为观止啊。人的一生中总是要留下一些东西啊，那多数的人。可能他留的东西不见得一样，但是如果你留的是这样一个具足百幅图，那我们会用具足百幅图的话，原因是我们百幅那幅百幅器有写，我们说把它定位为曾经魏老师百幅具足图，这样的意思是这样的。再来，你看100幅大概40公尺，你在里面的话就好像如沐春风了，真的夏天不需要冷气，你会感觉上那个。树啊，那个树是在摇曳啊，在窗户里面在说说的声音一样，就感觉到会非常的棒啊。那另外透露一下，我们有一位好朋友，他跟我朋友，他说他老师讲话，看完以后，他说他责任未了，现在就到台北去了。那个老师就坐在他办公室啊，这个大家他看了竹子就想到自己应该要学习竹子的那种虚心，然后要更多的人来到才对，而不是一己之私。我想这个是这幅画最大的。Thank you.
逃哎。个人现在很喜欢自拍，自拍成狂了。那就不就是帅呀、啊！像这么丑都不敢自拍。开玩笑，哪有大的？对不对？高一点，高一点，帅的，直接多拍一张。对，那我去买去。
他为什么会说敬，我们曾经为老师的版图去读古，
能在北上修馆走进你八千的古代，就是一定达到。他绝对不是因为打的问题，而是进。那如果进不了打，事实上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工程。好，郑老师大概就是花了13个月的时间。那真的讲，真的所谓的闭关，我所谓闭关的意思是说，他这一年多来几乎没有应酬，然后专心潜心在这里去做啥。那首先跟他报告，这里面100部里面，这是折戟里面其中的8部，啊，那总共全长有7.10公尺，那这边地幅的话是70公分，高135公分，总共7000公分。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去看，我左边这一组的这几页算业主就好，啊，大家看画都会看到很多，人家讲墨分五色，就是纯墨色来写一幅画是最困难的。你如何单独一个墨色，然后写出它的远近，写出它的深远以外的所谓第三空间？那早期，中国传统的学墨为什么不得到西方的青睐？最主要原因，他说我们留白，我们的留白，他认为没画完。都没画完说，你在画的过程里面，你本身我们中国讲的是意境，讲的是空灵，讲的是留白，他说你没画完，所以油画你注意，他连白色都要画画，所以这100幅，我们有一个精心设计，因为我们可能被透过三月书馆在全世界，展那个巡回展览，如果到西方国家，他会担心你没画完，所以每一幅画，老师都先打过，就是老师先用他的画风把这幅画的背景先打过，所以100幅全部都没有空白的地方，这第一个要报告的。第二个，竹干，如果我们有去看比较原始森林的话，它的树干事实上都是有青苔的，都是有的，所以老师也利用他的笔触，利用他的渲染，把整个竹干的生命力把它写出来了。那如果各位先进，刚才我看几位在慢慢的细，很细腻的在雕那个整个进展，我很佩服他们。这一幅画单独这8幅啊，又值得，真的，我们永久去珍藏了，不要说100幅。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巨竹里面，它有龙蛋就找出了深浅，我们的空间就出来了。早期我们很多的山水画，为什么西方人觉得奇怪？他说你的远山跟近山树怎么一样比例呢？不可能的啊！所以他认为我们的比例不对啊。所以这里面陈老师的作品里面，把早期我们中国传统水墨比较无法让西方接受的这些障碍，我们都把它一克服掉，但克服掉，而且把它活化在我们的这次作品里面。那里面的话，我们刚才讲了，这叶子这样飘移过来，多数的几个叶子大概就有它的地底了。如果各位距离现在过的话，是最后面那一位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它每个叶子都是在飘移的，叶子是立体的，它叶子不是贴下去的那一种橡胶叶子。所以每一个叶子我们注意看，老师的叶子每一笔都有出处，所谓出处是说它的叶子一定有枝，枝一定有干，都有每一个叶子都有它解释的道理。那如果我们慢慢的走过来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竹林里面一样。那我们画画跟摄影不大一样，摄影它一定要求真，画画不是，画画要求真善美，三个美要出来。所以我们取里面比较舒服的叶子出来而已。然后竹林里面可能叶子不可能那么舒服，但是我们取比较舒服的叶子出来，就是所谓的布局。所以老师每次要写，他大概8幅8幅这样写，每一把幅的话，他大概都会去设想一下，到底如果是我想看到最漂亮的是什么，那我就在竹林里面移植过来，给所有的以后有缘人来看。所以这一个100幅图，几乎每一个叶子、每一个枝、每一个干，都是老师精心设计过的，包括。刚才我们最后面可能有几只小鸟这些小鸟就把整个的竹林把它一个伸去了就把它活化了。我想这个是陈老师在这一年多是作画时间，事实上他已经花了50年的功力，毕生潜心在写作上。我说我很佩服他把这50年的功力，再加上这一年多的，我说的应该是说改变，所谓改变是说把过去我们传统水墨被一般人所诟病或一般人写所不了解的地方，他一的把它厘清了，不但厘清了，而且又重新定义了这一个山水画的一个，对不起，中国传统水墨的
一个所谓的留白，过去人家所不能接受的部分。我想这个因为商务书馆全世界都有点啊，那我们可能会透过商务书馆，那我们也跟联合国某个永续经理在谈可能会去那边借展一阵子也说不定啊，所以我们要把西方人所担心的问题先把它解决掉。那最后跟他报告是说，像这么好的作品不可带在客厅可以摆进去，所以如果透过各位记者先进们，你们这样的宣导的话，可能就有更多人透过你们的画面，透过你们的影像，他可以欣赏到老师这样一个精心的画作。我想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功德一件了哈。那这边我很第一个钦佩老师，也代替老师感谢各位今天愿意来，我想真的是最感谢的。我也希望以后我们的艺术能平民化，走入每个家庭。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那个谢那个肖校长啦，好校长，这里也是我母校，这也是母校，五十年前我也是在这里。所以说他有一个无尽的伴手礼要送给各位啦。那另外就是我们陈老师非常非常的客气啊，他说你们来的哈，他也没有办法这个送你们这个来的，因为他缺一壶啊，就变成九十九了。所以说他有。